我用李登辉魔法唱小薇。欢迎李前总统来到晋南宫历史。哎，你这个是阿扁的手啦。哎，有一个这个是美丽的小女孩啊，她的名字啊，这个是叫做小薇啊。好，安老，安老，你哦，不要动嘛，你是啥？你帮我打的？你在啥时啊？我在啥时？一个华人首席设计师潘宜良设计的。你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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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伯。我那刚刚 DJ 就怪怪的呢，啊，怪怪没怪怪？新别如林，嘿，好怪。啊，那就听你不要俩胖哈，还好好胖哈，就中国人哈，嘿，哎，你是俩胖哟。对，哎，我这也是安尼用，我哪唔知啦，哈。你是？我在跟他跳印度舞嘞。你是修女。哎呦，今晚就抓，准备被抓出来了哈，来啊哈。你起码得门出来唱歌啊！做生意赚家呢？哎，无啦，迄是生意还生意，啊，演艺术也是咱的兴趣，对不？人生啊，人生最大的负担不是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是无趣，对不对？哎呦啊！所以那我们刚好对这个行业还算有兴趣，其实就走啊。那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你是会讲几句呀？来啦，罗时丰的歌红的太侪了，不得了，再个嘛太好了。今日个呢，现场大家欢喜就好，尽量开放。好，看你是要点歌，还是要点伊创啥，拢都不要紧。好好，小姐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我要甲罗大哥讲。哎，你讲，你讲，哎，就是我爱你。啊，真的可以啊！是，唱这条歌，你把酒先背下去没无？你把酒还碎碎。哎，你没像，不啦。我被掐罗时丰罗大哥魔用李登辉魔法唱小薇。魔法李登辉唱小薇。你头前讲我爱你，还是有目的的。你为着要来怪你的知个？哦，小心给你报一个。好安尼啊，来，你怪哈，恁两个拢恶心哈，啊，两个李前总统来给来祝贺了，预备，请转身，欢迎李前总统来到晋南宫历史。你出来，你这个是阿扁的手啦。李登辉前总统是这样子啦，啊啊，江夏过来姐，江夏过来姐，前总统报告，刚刚有位小妹，她希望你能唱歌啊。不过等一下，我下巴好酸，我休息一下啦。好，哦，做声的呢，我今天做声的，我改转了，改转了。因为我是家人暖暖人，可以吗？好嘞，各位亲爱的现场朋友，李前总统要跟您唱小薇破相歌，掌声鼓励。我没有出过唱片呢，我也有唱过歌啊，可以啊。哎，这个是吧？哎，有一个。这个是美丽的小女孩啊，她的名字啊，这个是叫做小薇啊，她又双啊，这个是温柔的眼睛啊，她悄悄啊偷走我的心啊，谢谢啦，哎呀，谢谢啦，好啦。啊，那艺术搞啦吼，啊，都是李总统嘛吼，来个人要。五加加加加加五。哎呀，这边的问题可能较济吼。来，你要点啥物？我要用点郭金发唱，但是又何奈。你别来乱来吼。不。郭金发唱，但是又何奈？啊，是我多无啦。我试看嘛，试看。好贵嘞，我来哦。就不
了这冰冰的爱上你，如果真的你为什么掉难的你自己，我死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，但是有来偏偏我还想你，但是有个男，只有抱着一份情，我就说自己深深埋在我心底。哎，这还写名字存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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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那边个要求。家家家可有，可有人要点歌哦。来，是是。你要点什么歌？我请那个罗时丰先生唱一首《流浪到淡水》。啊，你是不是新闻？我要你朋友你家己讲。试看麦啊！试看麦了，试看麦。李炳辉来了，李炳辉，李炳辉啊，李炳辉，李炳辉。就饮一杯，好大啦，好大啦！看着风景，一路直达三百下渡过，为着生活流落到淡水，想起故乡心爱的人，往日到这到，才知影痴情是地方的人。心之轻纱不足疼惜来，往事终于当作一条梦，想起故乡心爱的人，人情人家人，才知影痴情是地方的人。哦，我想过一条。艺术到就好了。你若讲学学李炳辉，我就较袂烦恼，学金门王啊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哦。我知。好哒哒哒哒哒。你是机关枪呀？啊，伊是后边迄故事安尼写的，我是讲人无伫咧啊。我都怪，可能我都无放伊嘿。咩人？咩人？